又到了新商品介绍的时间了，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个是蝴蝶。好，先看一下它的构造。中间有一条橡皮筋，然后让它旋转。好，再来一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好，大概十五秒。呼，呵呵，还真厉害。Super.